首先，请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坐下，坐在地上、床上或椅子上，双手可以放在膝盖上，或互握住左右手，闭上眼睛，在整个过程中保持脊背的直立。如果有任何不适，可以自由地放松、调整。花几分钟来调整自己的坐姿，把注意力放在心脏背后的脊柱上，感受自己柔和的呼吸，不要操纵呼吸，停止一切思维和念头，感受脊椎中的缕缕舒适，轻柔上升，像丝丝光线进入大脑。巴哈欧拉的圣言飘向了你，能走动的尘土啊，我想与你交心，你却不信任我。我为你种下希望之树，你却用叛逆之剑砍倒。我时刻在你左右，你却一直远离我。我为你选择了不朽荣耀，你自己却宁愿无尽蒙羞。为时未晚，机不可失，赶紧回头。能走动的尘土啊，能走动的尘土啊，我想与你交心，你却不信任我。我想与你交心，你却不信任我。我为你种下希望之树，你却用叛逆之剑砍倒。我为你种下希望之树，你却用叛逆之剑砍倒。我时刻在你左右，你却一直远离我。我时刻在你左右，你却一直远离我。我为你选择了不朽荣耀，你自己却宁愿无尽蒙羞。我为你选择了不朽荣耀，你自己却宁愿无尽蒙羞。为时未晚，机不可失，赶紧回头。为时未晚，机不可失，赶紧回头。
能走动的尘土啊。能走动的尘土啊，能走动的尘土啊，我想与你交心，你却不信任我。我想与你交心，你却不信任我。我想与你交心，你却不信任我。我为你种下希望之树，你却用叛逆之剑砍倒。我为你种下希望之树，你却用叛逆之剑砍倒。我为你种下希望之树，你却用叛逆之剑砍倒。我时刻在你左右，你却一直远离我。我时刻在你左右，你却一直远离我。我时刻在你左右，你却一直远离我。我为你选择了不朽荣耀，你自己却宁愿无尽蒙羞。我为你选择了不朽荣耀，你自己却宁愿无尽蒙羞。我为你选择了不朽荣耀，你自己却宁愿无尽蒙羞。为时未晚，机不可失，赶紧回头。为时未晚，机不可失，赶紧回头。为时未晚，机不可失，赶紧回头。
请将注意力拉回到脊椎，将意识拉回到当下这个时刻，慢慢感受周围的光线，缓慢睁开双眼。我们完成了此次冥想之旅，请花15分钟回想刚才读到的巴哈欧拉引言经中的圣言，并思考如何将它运用到今天的生活中。